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星穹铁道星芒兽变活动攻略知名弱点第五关 7.9 更新。好的，这一篇是第五天的星芒兽变，今天主要是击破弱点就可以，人形条会变短，带的生存位置最好带难塔莎，没有的话随便带一个，选择任何能破刃的佩拉或者是贝塔这种队群的会更好。一开始挑战，这里直接打台自动零破刃复习，到了手枪圣行呀，自觉坟墓，嘿，小你了，那么大的钻石当给你，风平绝道直接当，那真真都有被空吹落的那一天。好，这里我们的矮星结束。好的，这里讲一下超巨星，超巨星的话尽量使用雷属性角色，有黄泉警员你就带上啊，有几的雷属性都可以带上，因为这一关只需要破刃，哪怕死掉也无所谓的，死掉我们也能完成最后的挑战。阿兰和西路瓦也可以选，但腿剪自动有概率 AI 会乱放技能，包括这里面我们也可以选择使用这样的治疗角色影月，这样有虚数弱点也还是可以去凑一个位置的，或者开拓者和老杨直接带上也可以打，最好是使用雷属性好一些。当然如果你有流萤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选择流萤啊，来我们开拓者直接加入，这样是最快的最好打。雷拆死，风平决斗，都有人复习一共，我可以看到如果有流萤的话，第一波是别清掉流萤，进入第二波在此开技能准破，好，波条收掉，波条进入第三波直接开技能，然后的自动化机啊就可以完成挑战，生而战。刘莹在东可以看到还是两轮，我们还有四轮的波次，肯定没有问题。小女们好，这些结束，因为我们啊，这是第五轮，我们打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快点走，所以排场没有刘莹就使用黄泉啊，还有虚数对群角色，或者是使用我们的警员都是可以的，你把两个角色都带上就行。这一关不需要带治疗，也不需要带治疗，角色死了就死，点燃星海，这边打完时间是绰绰有余的，最后一波你也可以打完啊，这里就直接打完了哟，很奖励不会变，打到 S 的可以直接按左上角直接去撤退，就可以领满奖励的，去把我挖过来找你了。共我这里今天就打一个双 S，燃烧殆尽，点燃星海，结束，去，把我们的奖励领一下，我明天再见。